是1982年，22岁的费翔和初恋叶倩文的甜蜜合影。二人在1981年合作影片时相识，由于他们的经历都比较相似，加上两个人共同话题很多，所以两个人没认识多长时间就在一起了。二人郎才女貌，很多人都觉得他们十分般配。可费翔的母亲那时是林青霞的铁粉，他认为只有林青霞才配得上他正走红的儿子，而叶倩文那时籍籍无名，根本不配做他家儿媳妇，并公开表态说：“儿媳妇，我只认林青霞。”最终在费妈妈的不断施压下，费翔与叶倩文的恋情也夭折了。分手后受伤的叶倩文离开台湾到香港发展，后来认识恩师林子祥后结婚。如今40年过去了，62岁的费翔至今仍未婚，孑然一身，他妈妈抱孙子的愿望也落空了。